好，来 ，EO 这样子长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改完的。EO， 你看到你的图了吗？好，这是改完的。好，我觉得画的不错。但是呢，在我改之前，你的手是这样的哦。好，这张要用那个就是时间逆流的做法哦。来，这是改过的，这是没改的。你觉得嘞？大家看了，你们觉得嘞？我会觉得原本这样看就哦，这个 EO 画的这个皮肤的质感很细腻，然后颜色很舒服，很顺眼。大家看可能是这个想法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改完你就会发现到，在这个前提下，其实股价是错的，好，对吧？好看你们反应，这个是 VTuber 是不是？好，大家蛮喜欢画这种动作，就手抬起来在这边这个，好，我也做过不少次的示范，也被人家截图放 DC， 好。你手抬起来，这个手的大小，第一，它不可能绝对的伸直，因为你知道放在头这边。你看这个，我这个手肘伸直是这样叫伸直。我要示范几遍，我要在这边丢几次脸，你们才记得住这个事情。还是说你们是故意的？觉得之前截的不够清楚，截个清楚一点，要怎么办呢？弄个错的，画个错的来骗我，再做一次，然后再截个清楚一点的，然后再来 play 我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就喜欢这样？首先，这个动作只要抬手，你要扶着头之类的，手肘一定在前面，一定会挡脸。那你不想挡脸怎么办？其实挡一点点我就无所谓啦，像这样挡一点点我觉得没有关系啊，就是要胆子要大一点。然后再来，你要自己对照一下，这一段往下会不会刚好到腰？最好是稍微超过腰一点。然后你远端这只手就觉得，我觉得它长度就不太够了。所以我在帮你改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把那两只手长度调出来而已。有看到吗？调出来而已。然后这个手你完全画成正中央，不是很理想，因为你这身体是有点角度的。这个情况下，最后一次，像这样身体朝斜前方。好，那这样手正常抬，要抬到完全正对镜头，这个我觉得没那么顺，稍微偏一点点，像这样偏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最后一次。所以你这个提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第二个动作，注意这个嘴，因为有可能原图是比较偏纯日系嘛，所以呢画那种就是有点猫咪嘴这个东西，这个设定这个可以，这个稍微没有那么的写实具象，这个可以。可是如果你要真的要上唇彩，那你就会被迫要回归这类的正常的嘴型。那我这边的话是要稍微跟你的这个角色的设定稍微的对齐。我们的做法呢，就把嘴角尽可能的勾高一点，但是也有限啊。这个就是二次元的呈现方式跟稍微写实一点的呈现方式它的界限，有很多东西你要套到偏写实一点的东西上面是行不通的。我蛮喜欢举一个例子啦，就是我近期刚好在重看那个《死亡笔记本》，你们知道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尼亚吗？有两个在 L 死掉之后的继任的角色，夜神月的对手，一个是尼亚，一个是梅洛。记得这个两个角色吗？他们两个个性差别就是，那个尼亚都穿睡衣，然后喜欢玩玩具，他想事情都是玩玩具，然后那个梅洛就吃那个巧克力。那你们觉得死亡笔记本的风格是偏哪一种？虽然都是日本漫画，但是他还是有个倾向，他的风格是比较严肃的，所以他几乎没有什么搞笑镜头。那跟后面他的那个暴漫王不一样，暴漫王的话他虽然是同一个人画的，同样的编剧，可是他的整个大方向风格上是比较偏动漫多一点的，所以他角色夸张起来，那个五官真的变得很简单，然后夸张，这是可行的。可是在那个死亡笔记本里面，你比较难想象说里面的角色有什么夸张的表情呈现，他会让你一下子出戏。那个情况下只有一个角色例外，就是那个尼亚那个角色。那个角色是有在脸上，他有过一种表情，就是眼睛都是很正常，鼻子也很正常，就是嘴巴忽然间这样子。如果有看死亡笔记本，你也对这个作品你够熟悉的话，你就知道他会有这种表情，然后嘴巴这个嘴角会勾很高。那一瞬间会不会让人出戏？有机会，有可能，可是他控制的刚好，因为他整个作品里面只有尼亚那个角色会这样，而且他只有在很少数几次，他在前期塑造尼亚那个角色的时候，就已经把他的个性设定往一个极端方向偏了，
所以当那个角色出现一些极端的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有可预期，也会觉得，他那一个微笑虽然让整个作品的风格有一点点好像有点要偏不偏的，但是很符合那个角色的特性，那是少数在一个大风格前提下有一些出戏演出的东西。讲出戏这个形容其实不对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演出正好，但是那个脸，他那个脸放在别的那个日本漫画里面都可以，像火影什么你怎么放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的看法。好，那如果你要画这种嘴的话，它没有那么适合你这个上色方式，因为这上色方式比较偏那个细腻度高的。那对，这也会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这种就是你想要的那个细腻度是这样，然后你还想要呈现那种动漫感比较重的角色，这个嘴巴在这边会不会有一种互斥，好像有一点。这个呢，这个课题呢就交给你们喜欢这个作品的去思考了。水质部分怎么画更好？你刚刚那个是可以的啊，这个可以的啊，就是我看我原图有没有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水是可以的啊，那你就是直接自然的滴啊。水跟油的差别是在哪边？这个我在教高阶班的时候我们有讲哦，水是这样，假设这是水，好，那油是怎样？末端，像这样，这个就是油。分辨出来吗？水要有它明显收的非常细的地方，那油就像这样，它要收的没有那么细。当然这个呢就不只是油，对不对？其他也可以是这样，就是你只要浓稠类的你就是不要收的太细，那只要像水这种比较清澈的东西你可以收的再细一点，那你不要这样摆荡的话应该就没事。这个其实你只要把它上面那个墨我觉得这个也还可以啦，要理解为是水没问题也不大。好，